你们吃马哪一个是一字头啊？一字头的哦，小线站起来了，谢谢。好，我们给一个礼物给小线，最后再送给你的玩家，送给我们的玩家。好，你的 UID 是什么？我的 UID 是1128931。哦，因为我是在神魔第二天就玩的，因为第一天你们还是收费。你们是第二天限免的，所以我看到限免就玩。为什么不付费啊？可是这个限免就让我蛮心动啦。啊，你还记得？我是第一天开的我的 UID， 但我当然会付费，而付费也没有很贵，应该大概30台币吧，30台币都没有付。没有，因为那时候没有信用。不好意思，那时候我刚出社会，没有信用卡，我没有信用卡，不好意思。